王心凌出演陆纵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再度爆红。引人注意的是，她也即将在9月23日、24日连续两天于台北小巨蛋举办巡回演唱会，门票在14日中午12点正式开卖。人气相当高的她，门票一开售也立即完售。对此，王心凌也开心直呼：“爽啊！谢谢大家，期待与你们见面。”两晚一起 Sugar High。而在先前的记者会上，她也谈到，这次一口气连开两场演唱会真的蛮有压力的，但还是会努力把事情做好。随后也抢先透露，这次演唱会即将演唱新专辑的新歌，两场演唱会也都有女嘉宾。消息一出，让不少没抢到票的粉丝纷纷敲碗加场。不过主办单位则透露说道，因为档期和其他场次都已经安排好了，目前无法再进行加场。